这次来开箱全台最顶级影厅，要看下去哦。结账时出示 Lenses 钥匙，就会获得独享优惠哦。一进来映入眼前的都是用餐区，用餐区看起来挺奢华的。入座后就点了一个988套餐哦，这红茶是另外加点的，要200。主餐上来啦，是慢炖牛小排 ，OK， 整个非常的干。再来是樱花虾海胆炖饭，带有米心口味，又重又辣，很诡异。整场吃最多就是这个爆米花。爸，准备来看电影啦，网络号称头等舱座位，很有包覆性，非常有隐私，毛毯材质很舒服，喜欢。手机充电选项也不能少吧，一定要有，超赞。开眼前餐点陆续送到啦，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覆盆梅奶酪套餐的前菜，我选择影中送到，哎，这些都不行。炸鸡单吃不错，但配上腐乳酱怪怪。好了好了，开箱结束，偶尔奢侈一下还是可以啦。